睡不好，一定会有原因。那要去也要找真的合法的医师，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丙泊酚不会成瘾，不会造成身体的任何受损，它会让你受伤，而且它会成瘾性，会让你变得变笨、变拙，会遗忘。我打哪里呀、啊？打右手。你刚好帮我开暖炉。因为很多家都不懂。我会18000了吗？收到了。嗯。我想到这个，我就觉得很难过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在这3年当中。我真的是很对不起他，如果不是我老公陪我，我可能过不来。然后我的小孩曾经陪着我在诊所打针，他就在那边饿着肚子。你知道我那种是要引到这种没有办法去管孩子，没有去他去开会，我要引上来没办法去克制。然后我把孩子带去那里，就放在诊所，然后自己在那边睡，然后小孩累了饿了就躺在沙发上。我是一个设计师，我有我的专业，但因为他的关系，长期的这样子打这些药品，导致我其实我很容易断片。我现在跟你讲什么，下一通可能说我忘记我跟你说什么了，甚至我可能画到一半会断片。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下一步的东西我要怎么拼凑起来，这对我来讲是很严重的。睡不好一定会有原因，那要去也要找真的合法的医师，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丙泊酚不会成瘾，不会造成身体的任何受损，它会让你受伤，而且它会成瘾性，会让你变得变笨、变拙，会遗忘。